现在这一身衣服是过节的时候穿吗？还是什么时候穿？过节的，过节的时候穿。一年穿几次啊？两次。哦，只有两次是吧？嗯。这身衣服是谁传给你的？我的妈妈的妈妈妈妈。大约过天怎么了？在阿爸的阿妈同人出租当了的，你都忙不呢？当年嘛，年嘛，大学生年嘛。미도망보망보내가망보다보긴도저건데这身衣服穿在身上的时候重不重？重，很重，可以走路吗？你妈妈是不是最喜欢你啊？把这套东西传给你了。现在这个值多少钱呢？你这一身，大伙儿不知道。为什么要遮住脸呢？不知道。就是传下来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是吧？